在加拿大送外卖取餐去了。这边好处就是都比较好停车，下了车走两步就到餐厅门口了。送您粥面。你好，取餐。三分钟送到。八幺楼下了。好嘞，好，拜拜。哎，没事。你是说放在长椅上就行了？待会儿人家自己来拿的。这就完事儿了，看看这单给多少钱？6块，6加币，三分钟内。